嗨，各位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一款非常实用哦，而且又好用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帽，这个蓝牙对讲器哈。这个安全帽，这个蓝牙对讲器啊，它安装呢，你买回去很方便，你这个不用凿洞，安全帽不用凿洞，你只要配件里面把它夹在这个地方。它夹的方式跟一般外面的不太一样，它夹的方式非常的牢固，哦，我们所谓真的一分钱一分货了哈。这个呢，哦，你只要把它打开，哦，你就可以插上，哦，配属的那个充电器、充电线，哦，你把它充电就可以了，哦。啊，我们这个装上去了以后呢，这个喇叭啊，它的喇叭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立体，哦。各位可以看一下哈，它这个喇叭呢是非常好的，我们这个是可以弯曲哦，可以任意的弯曲哦，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是可以任意的弯曲哈，这是舌管是软式的，不是外面有一般那种硬式的哦，你根本哦风大或是怎样，你都没有办法调整，这个都可以调整，而且它是哦高，就是所谓的高抗力的那个。诶，集音器就是麦克风哦，它的收音效果非常的好哦。啊，你在高速巡航的时候呢，它有这个防风罩呢哦，你也不会听到哦那个讲话后前后的人哦都不会有所谓的风切声了啊，哦。这个我们绝凯行销介绍的商品，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已经。都是有测试过、试用过，才会推销出来给各位。哦，人家说哦，没有三两三，绝对不敢上梁山了哈。你看各位这看一下哈，这个是按了以后呢，久按，各位有看到哦，它就会出现哦。这个呢，哦，它是液晶显示的，液晶显示的哦。如果你再把它按一次呢，哦，它就会关闭。久按一次，哦，它就会关闭。各位有看到，哦，因为我们这一个呢是完全的防水，哦，外面有一般啊，哦，防水，而且这个是大颗的。外面你看到有一间房间的啊，还要按钮。我跟你讲，你没有那个时间啦，也没有那个命可以去调啦。为什么？你根本还记不到它的位置。我们这个很简单，你只要手一靠过来就知道这个圆形啊，哦，中间一按就是接电话，往后转大声，往后。往前转小声，你转到大声的时候，它会警告你；哦，你转到小声的时候，它会警告你。这个非常的方便又实用，而且，哦，各位，这个你的安全帽，哦，如果说你的安全帽，你看哈，哦，我们把这个把它拔开来，你看哦，我们这个拆卸也是非常的方便哦。后面这里有一个按钮呢，你只要把它拆了以后呢，就可以把它拔起来了。哦，你各位看一下。这个就是这样子哦，而且这个是雾纱的哈，雾面的啊，哦，各位看一下，它做工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精细，非常的好哦。你只要把它装在这个哈，哦，安全帽啊，哦，我们这个有螺丝，它锁起来，它非常的牢固。只要有装上去哦，因为你要有天线啊，哦，你把它装上去以后呢，按着。你看，它可以前后对讲，啊，前后对讲的，啊，这个它都会有显示。再来呢，啊，这个是前后对讲，啊，你可以就是没有前后对讲，啊，那我们可以把它，哦，各位有看到了，啊，这个就是 FN，啊，你按一下以后，它就会出现 FN，啊，你可以自己去选台。有没有看到哈？这个 FN 啊，声音大声啊，你就可以调啊。你啊，这个有声音，好，有声音的啊。你如果再往后倒一下，它往前倒一下哈，往前倒一下，哦，它就会有数字变化啊。往后倒，好，它可以自己哦微调到哦清晰的。那个微调到清晰的收音机，
哦，啊，你如果有人打电话来的时候，他自己会转换成哦接电话的，哦，非常好用哦。你按一下它不见了，这个哈，哦，你只要回去以后贴膜，你可以把它撕开，或者你不用撕开的话，你可以保护啊，整个都是防水的，100%防水，哦，效果非常好。我们杰凯的东西呢，都是自己本身已经有测试过，而且商品都是好的东西，我们才会把它推出来。哦，我们介绍这一款，哦啊，新型的前后对讲机，哦，你可以自己用，也可以，哦啊，跟前后，哦，如果你有骑车跟女朋友或者家人，你可以前后，哦，装一个就可以讲电话。哦，介绍这个新的，哦啊，对讲机给各位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谢谢。